天山上的水。太阳虽然非常大啊，天子可能是太阳，你每到一点，你都住那个记录的时候，不光是那个，还有就是用的钱了，开车那些都记得清。我那个是一分一分都是上的。那个应该是跟以前你的工作有关系啊。哎，跟八零他一样是。对，他在那个搞什么？不对。你去那个。出发了，告别了三江大哥。
Thank you.
在这个独库公路旁边啊，它这个也不要钱，不，它那个门没有锁，我意思。我本来最开始以为在这里，它这个门，我最开始以为它锁住了，结果没有锁。整两个羊肉包子，哇，这羊肉包子好吃，才1.5块一个，我买了6个，吃了先。吃了3个，我操！这是真的羊肉。这个地方来了，好，打算去躺一会儿。我操！这个地方真不错。哎，这里可以露营哎。这个地方真不错。哎，这里可以露营哎。独库公路的，这是独库公路啊。我打算在这附近找个地方躺一会儿，我操，有点打瞌睡了。就这棵树吧，最靠近河边这棵树。哇，完美露营地啊，对不对？天山上的水。好清澈，这个水。太阳虽然非常大，但是海拔好像有点高。然后在这个阴凉的地方骑摩托车很冷，在阴凉的地方躺下睡一会儿的话正合适。哇，